万物和谐，天下太平。大型系列公益节目《和谐拯救危机》，七大主题特别关注。今日世界最深重的危机在哪里？人要没有廉耻心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长者先，幼者后，长无人。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？祖宗都不要了，父母都不要了，如果说爱国家，那是假的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做两个特务新的广告，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。和谐的大根大本是什么？过人呢，有过人的福报。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？会。天时地利人和的儒家政治，说这个地壳的变化，海水的变化，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就是像那个水试验里面讲的，人思想的这个波动的力量能超过核爆炸的力量吗？在媒体中新生还是毁灭？你说你付出的代价多少？是不是不义之财？要救国家的是你们这些人，毁灭国家的也是你们这些人。重新认识宗教。你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来给你解决人世间的这些问题呢？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，更不相信佛教。让我们去诚的心来感恩。感恩汤池小镇能成为天下人的样板吗？必要时候我们要跪下来跟人民磕头。到我们家来给我行礼呀，来教我们这些，你们有什么企图呢？老师桌子一拍，对，中国一定有前途。最尊贵的嘉宾，一代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，深入浅出，顿开茅塞。如果说升官发财是靠佛菩萨保佑来的时候，佛菩萨都变成了贪官污吏呀，都受贿赂了。认识和谐的真谛，共创天下的太平。和谐拯救危机。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，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，还有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使人类社会恢复到和谐，使世界恢复到和谐？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在30多年前，在这本书里展望21世纪，汤恩比博士呢就回答过，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才是救世之道。如果您的家中有中国传统的经典45经的话，那么翻开它，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著作，但是答案就在那里。尊敬的老法师，我们继续向您请教，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，和谐的社会，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呢，他会去寻求一种很好的政治体制来作为保障。我记得您啊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判断，您不喜欢民主体制。我在最早，我作为一个观众，我看到这儿的时候，现在还有人会不喜欢民主体制？大部分人会这么说啊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老人家也会有糊涂的地方吗？后来呢，我本人发现呢，您讲的是一个真理。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提起啊，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？是在西方不好，还是在中国不好？中国人的智慧是居世界之首，毛病就是不团结，这就肯定。中国老祖宗既然是有这么高的智慧，老祖宗他们是团结，不团结是现代的中国人。中国古时候呢，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，所以团结这个名词是从外国传到中国来的，中国本身没有。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，它是天然团结。你说这个
这个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都是自然的团结，哪里还要什么团结？不团结才要叫团结呀、啊！所以中国是天然团结，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了。现在人真是对不起祖宗啊，把祖宗的教诲全部都丢掉了，忘掉了，迷信外国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吃亏了。所以我在美国，他们讨论的政治体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们比喻做生意，中国呢，这个国家是个老店，啊，千年老店，是子孙代代相传，他做得很好，做得很有成就。你美国才200年，你们从西方移民过来的，这没有历史，没有根呢、啊，那他像什么呢？像摆摊子，啊，大家摆到许多摊的摊贩。那要是有事情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你们可以推选一个代表啊，这就组织着民主政府嘛，那这一定是这样做法。你没有根，没有渊源嘛，你不是一家人嘛，那中国是一家人。所以我说，中国适合于君主，美国适合于民主。中国那一套在美国行不通，美国那一套在中国也行不通，几百年的老店子孙家。你怎么能叫他分家呢？过去摆摊子呢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无论是走在超市里，还是到学校去上学，或者去医院看病，或者待在家里，你觉得自己需要带上一把枪吗？在西方民主制度最发达的美国，这些地方你随时都会看到带着枪的普通公民，因为持枪是他们的权利。民主自由的美国崇尚人权和法治，只要没有触犯法律，做什么他人都无权干涉。这张父亲、儿子和枪的新闻照片令人震撼，杀人武器成了玩具。但是只要不犯法，自由社会的人们拿枪拍张照片又算什么呢？当然还有比持枪更自由的，这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 Jackie Show。为了吸引观众，栏目鼓励各种嘉宾在演播室里大打出手。现场观众大声叫好。这个栏目甚至允许嘉宾在台上裸体展示，光着身体接受采访。这种伤风败俗、不堪入目的名牌节目，在美国政府是不能干涉的，因为它没有犯法。这正是民主和自由给予的权利。As Americans, we're free to travel wherever we want in our broad land. 这是美国孟菲斯州的家庭主妇们聚在一起。你一定想不到的是，他们正在家里互相比较着最近购买的枪支和子弹。讨论自卫的时候，要不要把对方打死？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安全。I have only 5 words for you. From my cold, dead hands. 美国这个最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有世界上持枪最多的公民。而有舆论认为，这事实上却正说明了那里的老百姓也最缺乏安全感。否则，谁喜欢走到哪里，腰里都带把枪呢？Something is wrong in this country when a child can grab a gun so easily and shoot a bullet into the middle of a child's face as my son experienced. Something is wrong, but the time has come to come to understand thatA Tech 9 semi-automatic 30-bullet weapon like that that killed my son is not used to kill deer. It has no useful purpose. It is tim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. 不管是君主是民主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政治里头最重要的是仁义呀。